潮汕人非常重视教育，到教育这地方也留下了许多潮汕俗语，比如前厝人教囝，后厝人教，意思是咱头先个老囝犯错不能拍，后边老囝听到，就知咱下抓无即些做，才袂不能拍。有大无好样，所以无好想，意思是咱人榜样个力量非常重要，头先一个大个就算个教好，后边就会对。客囝穿金不如家囝字音，意思是咱本老囝栽做个财产也唔如家老囝读书名利。还有婆唔婆囝唔教，意思是咱教育老囝还着写得投入。再加一句，所以唔有大就有出故，这句我听到耳生耳聋，但是这组潮汕俗语已经渐行渐远，到生活当已经有少听到，让人学好普通话，传承潮汕话。